前日 order， 琴日到，今日先至得閒開箱。好大個箱，但係裏邊係得嗰幾盒喺度嘅啫，裏邊。一大盒裏面就係得依三盒啦，咁而家一齊開睇下裏面有啲咩。呢盒就是个主角了。说明书啦，跟住个主角就是呢一部了。上网看啲人话呢部嘢唔係重，對我嚟講都幾重，都有翻啲重量喎。佢都唔係唔重嘅喎。所以上網都唔係信人講嘢啊。跟住呢啲配件啦，這個花灑頭，我諗對我嚟講都冇乜作用。我諗我都好少用到呢個花灑頭。现在再打开另外那两盒先，另外一盒了，不知道这盒是什么呢？这个好像把梳的那个头，这个我想都会用到的，好过个花洒头。花洒头通常是那些头发长到去劈劈那些，那我又不是长到很夸张，我想我未必用得到。好，到这一盒了。这个好像人哋医院嗰啲屙尿嗰啲啊，我唔知佢用嚟做咩嘅咧。第日用落咗，哇！真系啊，喂，成个尿壶咁个，咩玩法啊？唔识用喎。第日研究下佢，睇下系点样用嘅先。我谂我都要上网睇翻佢个官方网址先识得用啊，如果唔系。真係識條鐵咩？你睇下，唔識啊！到時用咗耐咗啦，我就會俾翻個用後感俾大家啦。Thank you，bye。